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Will Be Good。今天呢，我要去这个 Pop Radio 实现我的广播梦啊！我会有自己的节目，然后今天呢，也会第一次去接受这个，算是去上人家的节目了。所以今天会有舒维杰的节目，还有吴怡佩的这个节目，然后要录一下这个我的宣传稿，就是我要开始我的这个新节目，叫做梦想实验室。然后去找到在各个领域里面的这些隐形的梦想家、隐形冠军，让大家更了解他们的故事，也希望对大家有启发，可以更勇敢的去尝试你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会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了哈，光是这个节目就有三个，那我们希望可以撑过今天 ，Let's go。我现在在 Pop Radio 的办公室，那待会呢要上演我的首次广播的处女秀，上一下舒维台长的节目，然后呢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收听一下。10:05，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 最正点，我是林舒维。好，我们这一小时邀请到的是，即将在2月12号也成为我们的主持群之一的8VI 控股集团台湾区的总经理魏瑶黄世豪。魏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舒维台长好，我是 Will。好 ，Will 即将在2月12号啊，每个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5点加入我们的主持群，节目名称叫做是。梦想实验室，这cue的好突然，我要随时。我们现在要录节目的一个类似宣传语，还是开头 ？OK， 就是一个 slogan 的概念。可以？会不会太大声？好，好，不要担心，我是 Will， 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一起大胆实验，有效实现，有效实践梦想实现，还好有先念。不要担心，我是 Will， 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快来梦想实验室。勇敢做出，做出，不要担心，我是 Will， 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快来梦想实验室，勇敢做出新尝试，跟着 Will， 你的生活 will be well。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一起大胆实验，有效实践，梦想实现，梦想实验室，人生 will be good。接下来我要开始我广播主持的处女秀。献给我的老朋友，算是损友 ，Charles。哎呦，我们测试一下哦。好像有点磁性，你声音好性感，我喜欢吗？哇塞！三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 Will。您现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FM91.7，桃竹苗好听广播电台 FM90.7。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比较有点像在毕业，那学校跟你讲学经常去看这个世界，然后 under 在一个相对低的 budget 上，然后可以做到这类型相关。接下来是要参加吴怡佩的节目，女主播，主播哦，女主播合作。因为以前我也是看运动频道，哦、所以但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本人，小鹿乱撞。早上10点，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 有够劲，我是怡佩。
好，最近其实在2020年到2021年，甚至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022年，其实平常大家都称呼你 Will 对不对？对，都叫 Will， 然后我的团队叫我老大。哦，好，那我应该是不是要叫 Will 老大？叫 Will 就可以了。好，我想说 Will， 我喜欢。Hello，Hello， 终于结束今天满档的行程了，连续3个小时、4个小时的录制啊，可以体验到这种明星们跑通告是什么感觉。虽然我不是明星 ，OK， 所以其实今天真的感觉收获蛮多的。然后也开始我第一集的录制，那请到我的好朋友 Charles 来跟大家分享他可能就是创业的整个经历，那怎么去募到好几百万美金，然后开始实现他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哇，其实这个梦想实验室这个节目，它的内容比我想象中还要扎实很多，信息量也很大，所以呢，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赶快锁定每个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5点 ，OK？ 那台北的话呢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希望可以真的有很多梦想想要实现，那也希望可以听一听在各个领域里面他们怎么做的，我觉得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节目。OK 吗？所以呢，也希望啊，这个我们的梦想实验室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一起大胆实验，有效实践到梦想实现。梦想实验室，人生 will be good。帅不帅？帅，蛮帅的吧 ？OK， 可以 ，Let's go， 加油！